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狗哥阿阳，咱们好久没见了啊，这一阵又比较忙，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狗舍啊。现在咱们看到的是马犬啊，狗笼里边三条，这儿孤零零的有一条啊，这是小黑灰马，看它一直在发抖，因为我们这边天气降温了啊，-9度，非常的冷，它们都抱团取暖了啊。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三个小家伙，很冷啊，都落到了一起啊，落到了一起。好，咱们往这边看啊，这是一个大叔带过来的啊，这是一条成年的马犬啊，这边围观了很多人来，咱们一起看一下，都在看车上的这两条小马犬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啊，你看这是狗妈，那是狗宝宝，这是有40多天了啊，这是一公一母，看这小马犬长得虎不虎实啊，从小头板、小骨架来看，感觉挺不错的啊。挺不错的，围观了这么多人啊！这边的话，大叔正在讲解着呢啊，正在讲解呢。有一条稍微大一点的，有一条稍微小一点的。这个马犬的话，大叔说了，顾不上喂了，天气冷，便宜给卖了啊！现在都在搞价呢，都在搞价。这是狗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狗妈长得也很结实啊，看这背，看这前胸。围观了这么多人，好，咱们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来这边换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，来看这个，看，这条小的比较红一点，这是条母犬，那个稍微大一点的话，那是一条公犬啊，这么多人都在看中了啊，好的东西就是围观人多啊，还有人搞价，还有人搞价，你看这小黑狗，看这小黑脸，这种马犬啊。玩的就是性格，大家都知道，马犬就是玩性格的它比较凶一点。好，这边啊，这边已经开始数钱了啊，开始数钱了，已经成交了啊，已经成交了，现在正给钱呢。看大家能看到这是多少钱吗？大爷现在又赚到了，好东西就是抢得快，下得快啊。所以说，还有粉丝想看马犬的，可以关注一下啊。好，拜拜。